搞过来吧。那这里有石头，来。你这个手动太慢了，哎。把这个太大了，太大了。江明辉，加油！江明辉，加油！头在这边是吧？好的，我们继续来关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，生命状态是比较平稳的。好的，现在这样一名被困人员被抬出来。正在穿过这个支撑结构。已经往外抬了。好的。姑娘加油。今天长沙的温度是在18度左右。好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120急救车。